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在众多的高端机里面带你们看一台 Mate 50 Polo， 这台颜色看起来是不是很明亮？就是哎，它也很抢镜头的，琳琅满目的非凡大师也好 ，Mate X5 也好，它也是个曾经的旗舰机 Mate 50 Polo， 带你们看一下这机器，玩机技巧，曲面屏的。整个机器细节带你们看一眼，它有一个浴霸摄像头，四个摄像头，很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奥利奥饼干，你看贴在这里一个镜片，就是很相似的一个主题，挺好看的。它屏幕是微曲的，然后后面是树皮材质的，我都是用了原相机给你们拍的，看一下，它就是这个设计感延续了上一代的一个保时捷，像这个是 Mate 40RS 系列的，很好看对吧？特别的好看。好了，拜拜。